道这是什么、啊？轰动武林，跳蛮高。我们的许愿，厂商听到了。哦，你愿望这么快就实现了。圣诞老公公发了这么大一箱礼物。吸引力法则呢？哦，真的真的，这一次增进科技。哦，听说寄来一台很猛的东西哦。哦，我们现在来，对啊，给他拆起来看看。我记得上个影片我们是说到还寄来空气净化器。然后老天爷就给你送来了。这个表情会不会太小？哦，还是一样很白。厚厚的一点。你是记忆很低耶啊！哇，你要怎么？就喜欢做退休哟。要就是空气净化器了吗？是。哦 ，Oh my god！好大台，好准备，一二三，砰！好，那大声，跳噔噔噔噔噔，我拿在旁边，好，你去玩吧。哇，好快哦 ！A8 A8 星光三月吗？A8 馆，这台也算有20平到25平啊！哇！很适合那种开放式空间的、哦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家一台其实不贵，就是这个应该是用在那种很大的客厅，对、啊哦，那小房间其实还要用小台的，所以这个在营业场所非常的足够啊，这么大，嗯，是。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开箱，看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哦，保证书、说明书，要有一条这个电线，还有一个遥控器。哦，而且听说这一台哦，还可以用它的 WiFi 来控制。哎呦，有手机有 APP 可以控制。哎呦，咦，这个就是你的盔甲。好哇，谢谢。机器人盔甲。哇塞。哇 ，MIT 的。哎呀，台湾制造啊。爱用国货。哇，好大一台哦。会很重吗？但是感觉又很日式的感觉。有轮子吗？这个没有轮子。哎，为什么没有轮子？如果有轮子就更好一点，因为这个有点重量。它可能是大平数，就是固定放在那里，不会移来移去，跟小台的不一样。哦，你是不是厂商送你东西，所以你就帮他们讲话？对，我有收一些回扣。没有啦，不要乱说，没有收到。许愿许愿。哦，不过许愿许到这么大一个，圣诞节还没到就有礼物了。不过我们今天只是先收到做一个简单开箱，底部这边没有东西了。是，所以刚刚就一个电线跟遥控器这样。对啊，那详细的功能哈。我后续我把它测试过一遍，好看实际的状况再怎么样报告给大家知道。好的 ，OK， check it out， 下一集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几号？8号。今天是5月8号晚上，刚好兵哥家里旁边那边发生火灾，但是就闻到有那个烧焦的味道。那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我Pure这个空气净化器有没有看到这里？它就自动变成红灯喽。哦，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没有任何改变，只有闻到一点点味道的，不过这边就会自己变成红灯的。现在是在 auto 的状态。哦，那平常时啊，平常时大概是黄灯或者是绿灯，那刚刚突然变成紫色，现在变成红色。哦，代表它确实是有侦测到空气里面有一些味道，嗯，包括兵哥上次偷吃泡面的时候，也是变成红灯，不是紫灯红到紫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过真的，因为我吃完泡面，它这样滤过后啊，有没有？你出来的时候你就没有闻到任何味道，对啊，完全湮灭证据。所以偷吃泡面或是空气有异味，这一台真的是有效哦。对，然后泡面的碗记得要藏好。今天是五月八号，没有 say 过的，没有人会有。现在楼下全部都是消防车，消防车还有那个。大家有看到吗？现在楼下这边都是消防车、救护车、警察车。那在隔壁的这那个牡丹星隔壁的这条巷子里面有发生火灾。哦，这是五月八号实际的状况哦。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没事哈，赶快把那个事情处理好。好，祝大家平安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大概过了大概5分钟左右，是你可以看到这边，它已经变成黄灯了，而且风量也自己变得很大。
所以这台它就是，如果遇到空气中真的有一些状况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己监测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插播就先到这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兵哥爸爸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做这个开箱，这个是 Opure 的哈，真净科技 Opure 的 A8 光触媒杀菌低吸直流节能。总而言之就是省电的空气清净机啦。那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这一个？有时候有一些厂商哦，你光看一些小细节哦，我们就可以其实感觉他们真的是很用心啦。我手上的 拿的这张小黄纸是什么？什么秘诀？武功秘籍吗？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说，还是我们再另外拍一集？好像也这么一张纸，好像也可以拍一集，好像拍不了那么多集了。后悔。太大是不是？这个可以去除99%PM2.5 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个开箱哦。好，一二三，开箱了，太好了。也太敷衍了吧？在变魔术吗？其实兵哥收到，兵哥爸爸收到这一台哈，已经大概测试了2个多月。嗯哼。一般来讲哈，你看 YouTube 他们收到，可能第一天或是隔天，不到多久的时间就马上能开箱。但是我还是坚持，虽然我已经买过他家蛮多种产品，但是我还是坚持要试用好一段时间，我觉得还 OK 哦，才会来拍这个影片。所以也感谢 Opure 厂商哈，那宁愿等了这么多时间，最后我们还是啊，终于要将这产品来拆箱。啊，关于市面上那么多空气清净机，为什么我会去推荐它？空气清净机你会想到有什么功能？就是空气变干净的功能啊。我想这个实在太为难你了。这问题有很难吗？实在是太难回答了。这一台，不管是你在去除大型的灰尘 PM2.5 还是你要 HEPA， HEPA 是什么？ HEPA 就是所谓的医疗级的那个空气滤网、不是又 HEPA 那个什么又 HEPA 有脸、真的什么是又 HEPA 那是什么东西？嘻哈，那个是你们在跳祖峰舞的歌吗？那我们所说什么负离子啊、紫外线光触媒这些，其实很多种品牌全部都有。那你先看一下这一台，它的大小。先看一下外观如何。对啊，兵哥已经算是看大长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一台一般的空气清净机。这个是他们家的 Opure 的，这个是我自己买的。哦，另外一台空气清净机专门放在小孩房间的。这个已经算是大台的了，已经可以用到8瓶了。那你摆在它前面，有没有变得很小台？那这一台，根据 Opure 官方所说，它可以用到20几平的商业空间。那20几平是怎么一个概念？大概就是一般的家庭啊，你主要的空间这一台就够了。真的，因为我们一般40几平扣掉现在公设比，如果说33%扣除以后，一间房子里面室内空间在隔间以下，大概也就20平的空间。所以一台这个在主要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客厅啊，主要通道那就够了。是。啊，房间呢，再放一些小型的空气清净机，像这一台去做加强，就可以放房间了。对，像这一台就可以，是属于在正常的状况。我把它开大，给大家听一下。哇！所以这个是可以开大开小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对，也可以手动，也可以全自动。哦，有没有？刚刚飞机有没有起飞？哦，请系好您的安全带，以备数值。哦。真的，这个风量超大的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关小一点哈。那你看它这个面板啊，这边除了有阿勇有负离子，有光触媒，哦，还可以用手机 WiFi 连进来去使用。哦，好先进。还有自由模式，哦，那包括模式滤网，现在这里有个 carbon filter， 就是第一层的滤网，它需要换的。你这样拍得清楚吗？可以啊。哦，有需要换的，所以他这边有在练闪灯。那我们等一下来给他打开，看里面是什么状况。有 over。然后按键锁定时，
其实这些所有的功能我们在其他的什么机台你也都看得到。是。那以我们现在来讲，现在夏天，然后家里面有开冷气，冷气开了一段时间有时候不是你家的空气不好，是空气里面的湿度被冷气这样吹了以后，空气湿度太低了，所以有时候小孩常常鼻子不舒服，或是脸上到处、眼睛到处抓来抓去。这个时候你就说那就是要再开一台加湿机啊。可是这一台我觉得最神奇的就是，它居然有办法去加湿哦，而且就在你可以看到屁股这边，湿度设定哦，可以设定湿度。哦，我先给它关掉，你可以，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空气清净机有自动加湿功能的，它的水箱有没有在这里？哇哦！滴水了，滴水啊，滴水啊！我紧张，因为我这里地毯，我赶快给它放进去。它居然有自动加湿的功能，真的太杰克啊！这真的太神奇了。我还没有看过几台空气清净机有这功能的，竟然有这种代志。对啊。可是我们好像没有用过加湿这个功能吧？因为我都有自动把它设定好了，它会自己，所以它就会自动加湿。哦，这么厉害！你想想看，以前只要你关在房间里面吹冷气，你为了让你的湿度适中还 OK， 那你就必须还要开一台加湿，再买一台加湿器。再买问题，你还要找一个地方放，还要多一个插头。对。搁在你家有诶无诶，一大堆，啊，今晚拢甲你一体都坐在里面。哇，真是贴心。到目前我还不知道其他哪一家厂牌有这种功能的，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加分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它能自动加湿，很赞。我现在来看它的滤网。好，滤网。这是用了多久之后的滤网？第一次来看，用了2个月。好，看我们家有多脏。还好我们家好像还好，没有说太黑啊。当然了，我2天擦一次地板，都是我在擦。当然，我们家总共空气清净机大概有5台啦。也没有五台要全开吧？没有再全开一整天。Minasa， 这个是我的习惯，我都会放一层 3M 的这个白色滤网在前面。那意思是说，原厂寄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加这一层的意思？对，这是兵哥自己的习惯，我所有的空气清净机我都会加这一层。都是 3M 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当来的时候它是属于纯白的。纯白？对。哦，我要拿来对比，是不是？唔惊你比较啦，你看，刚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纯白的。然后过一阵子以后，这就是灰色的。你家里如果没有用空气清净机，这些灰色的去哪里？就是看你们家有几个人，就到几个人的肺里面。差别就是这么大。其实镜头看起来是我们灯比较亮，所以没有差很多。哦，是哈，是。但其实它是灰色的。好，这是其中之一哈。那机台本身本附的，这也就看得出来了吧？这本来是白的，是不是？这原本是黑的啦。我去看哪有人白的？我是帮观众问一下嘛，干嘛这样？这么激动？哦，上面都有粉尘哈。这也代表刚刚在亮第一层在亮的时候，就说这个要换，哦，了解。哦，那这薄薄的一层，在下面的话，第二层哈，就是所谓的 HIPAA， 哦，这个是又 HIPAA， 好的。那第三个呢，我说所谓除味道，包括有一次晚上啊，那时候晚上有人放臭屁。有人放臭屁也会变红灯哦，真的哦。然后我那时候肚子饿起来偷吃泡面，是我吃阿 Q 桶面泡菜那个臭臭锅，泡菜口味的。然后我吃完过后5分钟，我那个 Ryan 妈妈走出来，居然没有发现有任何味道。对，所以这个超适合晚上偷吃宵夜。湮灭证据啊！一点味道都没有，然后你补一下，它就会变红色。湮灭证据神器。真的，这一个废时滤网，那接下来这是光触媒滤网。光触媒这个也都需要，之后都需要换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他在换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都久了以后，你这些滤网要去哪里买不知道，可是他的 APP 上面就很贴心的，就是说
你直接 APP 上面有购买连结，你车去那边点一下，哦，就可以整套帮你送到家。哦，直接阿列方便不？不差钱。方便。哦，然后啊，有没有看到这里还有个什么？嗯，这不是吸管哦。有紫外线。这就是紫外线灯管，所以除了过滤这个粉尘、过滤灰尘以外，它还杀菌。哦，这么厉害。它还杀菌，让你那个空气中的那个细菌就被这个紫外线，还有这一层光触媒全部干掉。是。所以这款真的是真的有够强的啦。所以在家里就尽量的吃臭豆腐，尽量的吃榴莲。对啊，就尽量的吃宵夜吧。盐酥鸡啊。尽量的放屁吧。尽情的放。对，尽情的放，好好的放，然后噗这样。然后连 Otoro 也是在那里一直偷笑。好了，那我们还是这一张还可以用，我们在抢地嘛，所以还是要给它再装回去。毕竟这一张算起来也是要好几十块，那好不好装？来倒过嘛，莫浪费啊。好，现在要把它那个装回去，就这样，贴，就这么完成了。哇。哦，安尼有简单不？超简单吗？是，外观又超好看的。对啊，这一台刚来的时候，我一开始打开的，老实说还蛮吓的，因为你看起来这感觉就像那个日式的家电，哦，日式的家电。那你再看一下斌哥的那个电视柜，哦，可以照这一台。由于它就是一个白色系的，跟我的旁边的电风扇也是白色系的，哦，所以我在放的时候是放在这个位置。刚好是在门口进来的旁边，哦，像这个地方门口进来是最多灰尘的地方，是，哦，就放在这里就感觉就是很一体，是，其实白色也是百搭啦，不管家里装潢是什么，不管什么风格都很好搭啦。啊，也是要跟 Ocure 说一点，就是为什么要隔了这么久才拍呢？因为这一台买了过后，哦，太好了，24小时我都开着，是开着开着，我也忘记了有这台，你知道吗？终于说出了实话。我譬如老板想讲啊，这块的搞袂记啊呢。真的不是说要黑你的产品，因为你看我也买扫地机啊，也买空气清新机，我买什么都买很多台。啊，用着久了哦，你就。因为是24小时在开的产品，所以就忘记了，哦，啊，不过最后还是最重点是我们还有想起来，哦，对啦，就是轮子啦，可以加轮子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有轮子还蛮方便的。对的，这个是它的遥控器。哦，现在要讲一个小贴心，然后跟两个小缺点的地方，哦，第一个就是刚刚这一张纸。一般我们这表面的按钮，如果按久了以后，有可能会去按键会按破掉，所以它多送你两张这个薄膜贴纸。嗯，你可以直接贴在这个表面。就是一整张吗？对，哦，那其实它这圆形这里可以撕下来，哦，刚好就是这样贴上去。啊，如果你今天这个薄膜真的按破了，它总共有给你两张，我想。两张要再去把人家按破吼，那应该是检讨你的手指了。我觉得女生比较可能吧，因为女生很会做指甲，会留指甲。那个，但是这一点说真的，现在已经很少人去那边按烂烂，因为有个东西叫遥控。嗯。那还有 APP 也可以控制，这一台是可以用你的 APP WiFi 连线去控制的。其实我也很少在按这一台。嗯，两个多月都没得干，好不好？对，都放着啊。对啊，而且它又是。DC 那个变频的哦，DC 变频它很省电，哦，非常的省电，这个是一个小贴心的地方。那有两个要跟 Ocure 这边走增进科技稍微建议的地方，虽然这个东西我们很少在移动，哦，非常非常少在移动，可能一个月都移动不到一次，但是因为之前用你的产品习惯了，包括那些空气清净机啊，或是那个除湿器啊，它下面都有轮子。那我们在如果说要移动的时候，毕竟这一台还是有一点重量，
在可能真的要移动啊，有时候要拖地啊，要扫地的时候，还是有个轮子会比较方便。是啊，是，这个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是这个遥控器太小，容易不见。没错，这个我这么讲对了。所以你看啊，连那个什么金鱼脑的，家常常在找遥控器啊。金鱼脑妈妈，只要七秒钟他就忘记东西了。那这个东西等到下次你要用的时候，已经不知道它放在哪里了。而且它这么小，等你收在哪个抽屉啊，收到没多久你就忘记它放在哪里。是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看是这个边边啊，我看是这边边要做个凹槽。或是在这边可以做一个遥控器的家。哦，不过你如果放在那里，干嘛遥控器？你就走过来了啊。就是至少，因为你有做这个东西嘛，那最起码让它有个家嘛。那你就走过来了，你就不用遥控器，直接按上面就好了。这可能要那个另外再想一个那个。天哪，现在是安娜要在这边斗嘴就对了。所以这个东西林哥是建议，第一个有它真的是还蛮方便，但是就是说它会很容易不见，很容易不见。然后它这一台遥控器做的这个边边角角都还蛮锐利的，都还蛮尖锐的，你这样摸，是还蛮尖锐的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看是把它隐藏在机身旁边，让它有个收纳的地方，或者是看怎么样的一个改善，这只是我们个人那个使用上面的一个建议。所以综合以上的评价，其实买一台机器，你也要看就是你能不能容忍它的缺点。像这台机器已经是几乎所有功能全功能的，而且我也非常喜欢它这个加湿，加湿的功能，这个机台在别的地方找不到。那另外来讲的话，就是它的缸就是那两个小缺点，如果那两个小缺点你可以接受，那就是完全就是 perfect 了，是非常适合。对啊，售后服务又超好的啊。这个小孩家有个人很忙啊。然后箱子还可以给小孩子玩咚咚锵，箱子也是蛮好玩的，CP 值很高啊，干嘛去买那个几百块、一千多块的玩具？这一台就是真进科技的。Pure A8 光触媒杀菌 DC 直流节能，信义星光三月 A8 管，卖我别介绍啊！包括细菌啊、病毒、霉菌、尘螨、花粉、甲醛、废气，包括连毛发一些灰尘，全部都处理掉。真的 ，APP 遥控全部都有了。真的，还有我刚所说到最强的加湿的功能。你不用再买一台加湿器，也不用再去拖一个任何插头了。那我们今天非常推荐这一台，今天的开箱就开到这边。耶，开箱终于拍了，厂商放心了。如果还有机台，还是可以寄给我，我还是会做非常。我本来以为遇到诈骗集团了。我还是会做非常公道的测试。那以上的意见是我非常个人主观的想法，一点都不客观。那你如果觉得 OK， 我是非常推荐这一台空气清新机。好。OK，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你想要看到更多的开箱影片，是欢迎订阅跟分享我们的影片，是也欢迎跟我们合作哦。那我们就在下个影片见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